眼看着啊，这样讲不了啊，埋汰也讲不了。哎，你好，找谁呀？啊，朋友让我来的，说你这儿能免费住。免费住？什么意思啊？可以拿别的东西跟你换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没大白天，你拿换什么呀？就是帮你收拾屋子啊。啊，你进来说。啊，行。啊，不是谁让你来的？就是老白。老白？嗯。哪个老白？白展堂啊。白天阳。啊，行，那你看看这屋啊。我打电话，你不用换鞋了，不用换鞋了。我还行。啊，这屋里挺埋汰的。不是你有病啊，铁子，你搁哪整的人？又免费住又交换的。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也没接，那小姑娘我朋友她妹妹。啊，你赶紧给整走，不是，她去你那儿帮你收拾屋啥的，完了你让人住该住住呗，你不要找对象吗？正好我感觉她挺好的，看照片贼哇塞。你有她微信吗？我没有他微信呢，我朋友妹妹。行，没有别加了啊。那个你朋友就我朋友，这行了，好了，挂了，拜拜。那、啊、这屋咋样？挺好的。要不这屋空着，我也没想租。没事，你就住着吧。哥们儿，这房子我看还行啊。那个什么时候交钱呢？不租了。啊，咋不租了呢？不是你看着房子挺好的，房子没看上你，这不双向的吗，兄弟？你看看别人家这园区挺多房子呢。这大热天真爽！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电梯搁左边呢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不闹，我回来了。不是你回来干啥呀？我回来住，我回来呀。不，谁让你回来住的？这是我家。不是，那我回来住。那谁呀？我对象。你现在把他撵走，我要回来住，你听懂吗？不是，我当这事儿没发生。跟你有啥关系？这是我对象，听不懂啊。我要回来住，你听懂吗？你回来住，这是我家，铁子。你让他走，走不了。那我现在要回来住了。行，那你回来住吧。出于人道主义啊，小屋给你，我俩住大屋，行。我来，我看他俩怎么住，你俩住去了。好看别人处对象，你看吧，看别人怎么住。总看，你凭啥拉黑呀？你起来啊，别动手啊。我俩刚分手两天，你知道不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两天你就又找着个对象呗，完还领家里来了呗。你别跟我闹啊，你再闹我动手。没跟你闹，我没跟你闹。二，我没跟你闹。一，能走不？我走不了。走不了。我没跟你闹。我不知道里边有啥，我踢碎了不管啊，赶紧走。你俩不要住吗？来，你俩住，我看你俩怎么住。我现在转身就能面对新的生活，你连来时候这路都找不着。你不爱看别人处对象吗？你看吧。他一会儿就来。就嘴厉害，就嘴厉害。哎，干嘛呀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呀。哥。啊。那个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他一会儿就能走了，就嘴厉害。天黑之前能完事儿了吗？没事。咱俩分手都分手了，你别跟人闹啊，赶紧走。你把门开开。哎，别搭理了，让跟人闹吧，咱俩坐着聊，这样挺。把门砸了。你去找去吧，你砸吧，我就搁里边看你咋砸的。真逗。他不能真找人把门砸。哎，你听他说吧，他就嘴厉害，不用搭理他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是，我求你了，你看。没事了吧？你不好意思啊，第一回见面就让你看上这场面。你就搁这该住住，没啥事儿。那个朋友妹妹嘛，啊，没事，这忙我肯定帮你。还不知道你叫啥呢？你叫啥呀？我叫十七。啊，你好，我叫人不在，不在犹豫的有，不在，说错了。你俩这是咋回事啊？他家？我俩在一起一年，走了二十多回，一吵架就走，一吵架就走，太累了，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了。而且现在分手了，我感觉分手了就别联系了，就是两不相欠就完事儿了。嗯，我感觉，哎，你小点声呗。我感觉没有他之后，我能遇到更好啊。他可能现在不太理解，但我俩在一起没有结果的话，现在分开也是为他好。这个坏人我来当无所谓。但是我觉得你们毕竟相爱过。两个人还是有些话说清楚比较好，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感觉有必要吗？
还是唠唠吧。